链接，不如加个粉丝团，主播丢了不好找，亮个灯牌好不好？要想人气再升高，一人一张人气票，谁说宝妈不好干，个个有才又好看。谁说宝妈不好干，个个有才又好看。感谢念念，念念是早上的7:55开播，时间不冲突的，大家都互相搂一搂，带一带。抖音啊，这个来开直播做主播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来创业，因为学直播不花钱，开直播不花钱，哎，一天24小时之内，你想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，想白天播白天播，想晚上播晚上播，24小时之内不打烊，随便什么时候播都可以，你播累了你还可以休息，哎，不想播了你就可以休息，哎，停一停，哎，线下有事了呢，今天我就不播，明天有时间我就播，想怎么播。
听到我的全场的内容的，明天下午的4:49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继续听，我给大家继续分享啊。今天分享的有点乱，今天因为停播了半个月啊，刚一回来思路有点不太清晰，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呢绝对没有问题，都是我自己一路走过来实操过来的经验，就是感谢风情，感谢琪琪妈，感谢大动力，感谢云云一朵，感谢 Office， 感谢幸运哥，感谢咖啡只是只小猫，感谢好运来，感谢玉哥389，感谢实在的人，感谢榜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停留啊，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才有动力的起飞，你们都是啊我最最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啊。今天呢我就播我是4:54开的，5:54一个小时20多分钟，不到一个半小时。